电风扇旁边。啊，他也会敬礼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全世界最天真的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全世界最好奇的学生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博士。哦，是哟，啊，继续。那个面对观众，面对观众。对。可以吃一些胡萝卜跟色蓝莓哦。那么博士想长高要吃什么呢？可以吃白芝麻、黑豆，还有葵花籽跟梨，还有花生跟蛋黄都可以哦。谢谢博士，我知道了。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可以吃一些南瓜、香蕉，也可以喝牛奶跟吃海带跟吃奇异果哦。蛋白，你确定？吃油漆吗？你可以吃一些黑豆跟芝麻。来，那个脸，红玉。